适用于各种机器的窄型装地机头。 Universe70-20 牢固不可摧毁的装地机头，这种具备双驱动功能的装地机头可用于全自动书本装地线以及装订较厚书册的机床。 Universe43-6S 浩乐迷你机头，史无前例的窄型装订机头，可实现43毫米的最小装订距离。 Universe52-8S 快速多功能手，通过更换不同订书针长度、环形钉直径以及铁丝种类的相应组件，以实现各种要求的装订，是目前市场上最具灵活性以及功能最强的装订机头。 M45-6竞争中的胜利者，由于这款机头的出现，妙乐、马天尼、奥萨可和紫光联动线的用户也可以充分享受到浩乐机头的高品质和可靠性。 M55-L 满足环形钉客户的需求，环形钉头。 M55-L 是用妙乐、马天尼、奥萨可和紫光联动线进行环形装垫的最佳解决方案。ST43， 我们所为您提供多重选择中的挑战者，专为海德堡 ST400 和 ST450 骑马联动线开发的窄型机头，由于订书针之间的最小距离可以实现43毫米，所以该款机头尤其适用于多机头装订。 ST55-L 满足环形钉客户的需求，环形钉头的挑战者。 ST55-L是在海德堡 ST400 和 ST450 骑马联动线上进行环形装订的最佳解决方案。 HSSHKM 专为缪勒、马天尼、奥萨克和紫光骑马联动线而开发的装订机头。 HSSHKU专为海德堡等联动线而开发的装垫机头，可编程外置的用于铁丝推进和确定铁丝长度的传动机构，无需工具，通过按钮即可调节所有装垫机头的铁丝长度，使得机头调整时间大大降低。 HSS18 为高科技的追随者而研制的新型可编程的机头，具备超前技术的装订机头系统，只需轻一下按钮就可完成铁丝长短的调节，